二三条有写讲 ，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 主要占领全国啦。二三三条写较著名，这原文。哦，啊来，啊四 B， 本来这几条咯，放弃主权权利，相对的仍需负有主权义务啊。管理无伊，还佫有伊，日本天皇对台湾还佫有主权义务伊的。哦，第四条 B， 就是咧写讲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就是 USMG， 哦。USMG 就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对日本国民的财产有处分权，对台湾也够有处分权的，所以 USMG 咱会记哩，咱顶面的保护者是咱国民党政府，唔敢对民政府安那，唔敢对咱安那，因为咱唔是抗美咧对抗，咱的顶面是 USMG， 哦，啊听无？有 USMG 下骹，甲咱台湾民政府安安全全。唔惊，伊也唔敢啦，伊也唔敢啦，因为咱这个情形啊，哦，啊，这二十一条这都唔免啦，这是咧讲迄个土地哦，有哪号利益呢？表示的利益，啊，中华民国的利益，对中国相关的权利义务，迄中国跟咱无关的啦吼，咱不要紧，咱就甲计划讲的二 B、四 B、二十三条，哦，会记你讲的啦吼，哦啊。咩和平啦，啥物啦，无会当会签和平条约啦。啊，日本人台湾在签和平条约，拢根据这来，根据二十九条。啊，迄个第二十六，但是迄十九条，毋知到底是啥，要会解密。哎，原文拢差不多，原文吼。啊，所以好来，美国，来，即咱咧讲个哦。来，大家做一张，台湾真实国际地位为。日本天皇所属，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。哦，结论吼就是这啦，结论就这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美国爱武将军寻万国方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美国日本天皇握有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。好嘞，这两条法律爱知啊吼。这个高级班了，这两条人唔知影，哎，拍比较正式，袂使发你啦。第一条是讲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，哦，啊，搁一个合法化。第二条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哎，这唔是讲我白讲的呢，这拢伫迄个日本号第47条有写，啊，拄啊食迄个伫迄个。美国第六章的占领内底第一节358，这拢有根据的，唔是我白讲。咱咧讲的这两条法条一定爱记的，好。哦，这边我就因为今日，哦，这关国际法律，啊，这个我无时间来讲这啦吼。台湾这选举，好，这选举的人会当一票领几年安尼吼？哎，咱三十啊，政党会当领钱，哦，这实在是太恶心了。世界无人安尼啦，啊，台湾有呢。伊是安那要安尼，要互民政府来，要互民进党来参加，通伊的选举率袂低于50%，你知影无？袂低低于50%以下的选举，世界就讲你这无效啊！啊，所以用这好康的，互你民进党一直来参加，一直来参加。哦，你看我台湾的投票率遐悬，用这个咧变的哦。来，我是不是安尼？哦，这张最后这张国旗哦，各位看过最后这张图，你写了靠这张，这马英九就任的第二届，再算第二届，伊伫咧伊的总统府内底有这支国旗呢，这支国旗是啥呢？但我问啊，你敢装装咩嘞？你敢知啥物意思？这支国旗？民政府，他也要成立民政府，因国际法因拢知影，伊嘛要来成立民政府，啊，迄、那个。科威特当时了，伊个民政府几个百外个民政府，到尾甲一个对美国调一个转来，啊，所以恁来参加民政府，安心是啥呢？迄、那个告美国政府个是啥？咱拢中啦，咱拢中啦，台湾民政府啦，咱拢中过啦。所以到时你承认咱讲有四个，就是美国民政府、什么什么，到时美国要选个是选对一个，
台湾民政，大家记得这点啦。你其他什么美国政府什么外国外国什么什么什么，啊，无得到卖叫啊成立一个民政府啊。到时政权要交替是交替的。台湾民政府，哦，大家拍拍板。好，今天讲座到这里啊，那我不要这样子了，时间不够，谢谢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。各位同心好，侯孝坤啊，我快当永川啊，谢谢。这个请高雄的黄月华小姐，请到转播台这边来一下，谢谢。哎，各位，那你有 USB 啊，啊，你让便宜，我这版权是大家公开的，你可以去那边把它全部录下来哦，我后边还有啦，啊，所以你那边中介资料，你可以全拿到那边，把 USB 去给它录了哈，哎，我只大家都可以录哈，嘿嘿，不是录音机啦 ，USB 给它插了，我遐资料拢会当好用哈。你要不要等这个？张超，对，你要等这时候，还先等我那个。拜拜。然后你刚午餐吃掉我们的。对啊，你提行程表可以念啊。啊。不要叫我电话，叫我，不是我跟你讲的。我提行程表可以念。啊。我也拿手机回来。那无所谓啊，因为只要旁边的人愿意接受。就是现在，没什么问题，我先暂时用一下。没事，都不用。谢谢。